主料藕400克，雪梨200克，辅料百合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藕去皮切成小块，雪梨去皮切小块，干百合用水冲净，藕块和梨块放入砂锅中，加3到4杯的水，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30分钟。30分钟后将百合放入，继续煮约15到20分钟即可。好喝呀。烹饪技巧一，对汤的藕选择面一些的，如果是一整根，选择中间比较短粗的部分，长在两头比较尖，长的藕比较脆，适合炒菜用而无需放糖，汤里已有淡淡的甜味。三，百合干，咸均可次，最后可以加入几粒枸杞做点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